问伊高一个面，傲嘟嘟啊啦，身体健康敢毋是真好？到底凭啥物讲？因为我是连体婴，我的身体就有问题啊。一个囡仔不爱点是一个人的代志啊。伊竟然直接提名片给我，根本是畏手先判。我的压力哦，真正愈来愈大。那恁的正业嘞，敢有方向？ 伊嘛真无奈啊，有当时哦，我拢就是要甲我心内想好无放出来，甲阮大家呛声，啊，不过我拢忍住。好啦，我收收无。 参详一下，即本互你当作是安慰，甲我诶女朋友兴华，好无？你哪会知影我心情无好，就会想要领导讲讲？啊，着人咪甲我讲啊，才会叫我去买。啊，是讲你检查结果安怎？我真好，拢是阮大家想要抱孙想甲起痟。对啊。 彭浩，你以后绝对袂当让人买有这款压力，知无？我袂啦。莫讲我遮来，八字都还没撇。那恁就甲伊撇下去啊！张仁心，你了袂讲啥？我拄则陪你去检查，原本我想要约会哦，你即马恁是恩将仇报，够袂讲话啊？够袂讲啊？哈哈，看你冤枉讲。小蛋姐。 若是要消失，我嘛应该找我来，莫伫找上海。高人，我拜托，你真正是办公啊，倒来是创啥？这件代志是我先阿出来，你都我家己处理，你莫袂记，我是拉美国。要消失就找我。高波龙在找代志，查甫人无应该插嘴。 啊！恁迄个头家娘，毋是嘛常常伫咧笑代志？而且即个代志的事主是我，都是嘛是我出面啊。你莫插嘴，讲我来就是我来。早上好。你就互我处理嘛。 感情这么好势，好，既然恁两个拢想要打，安尼恁就做伙打。好啊，若是要耍哦，就耍较大。同学，恁这只叫嚣真好。只个，我是才看你耍会起，也是耍袂起。安尼啦，你会当将我甲尚豪关伫无同款的所在。 1到50，我凊彩写，我两个人爱写一模一样的数字，若是无共，就算分数。要比默契就对啊。好，我来看你外口，甲带伊隔壁间。哎，你爱相信我？相信我甲阮姐的心电感应。这嘛太不科学了啦！ 陆总，你查某已经写好啊。同学，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，赶紧想看卖，恁今仔是选什么数字？金喜啊，恁今仔会选什么数字？ 17。
十七。我想哦，阿仁们一定想讲哦，一起啦。你才几号？十七。好要点啊！胜利好。这边我要增加难度。你叫迄个高人美，一摆写三个数字出来。一届三个。真正是大考验呢。新的心电感应，咁真正太尔厉害。通话电话是毋是有人发现啊？是嘛要安怎啦？小白内面五十二张，我爱你凊彩见一下。我来看恁这俩，甲你是不是跟同一场？一场。时间到啊，叫伊现牌。算几张 ？Yes！ 啊，你约到啊，你约到啊！今日只，大家我给你驾驶，还我是担心的。我兄弟来了，感情才这样默契。啊，同志！现在是什么情形啊？等你周边若失去控制，找机会报警。对啦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真正要做这么全吗？连一点仔阿算命都歹给我。拄则我已经讲得真清楚。阮勇士甲你合作，到今仔日为止。你足敖啊你啊！连恁老爸拢毋捌对我这种态度啊！你摸都发无几支，都想要飞上天啊！若无互你摔一跤啊，你是毋知天地有几斤重啦！好好照顾咱这少年党嘞，带走！找机会走，去报警。好。少年党诶，你即摆差一个难背啊啦！我看吼，你莫阁加用啊啦，今顶日头会是咱新诶呢，后摆哦，
大家好好配合一下。下晡带你来酒店来行一趟，你想啥款？你要把阮勇士的招牌放伫涂骹打，搁爱我甲你等头回实嘞？你莫讲耍笑，这代志若传出去，你讲是笑破谁个嘴？招牌落去涂骹，啊哪呢？我让你趴在涂骹，好啊跳一下，趴趴死上我个！跑死！香港电台，我小天女好心。陈燕，客伯来了想我，你有安怎无？我客伯看笑话，是讲客伯你来了，也唔才讲。阿东啊，阿东啊，我的话你拢把我当作是马逆东风哦。阿罗，这个臭小囝哦，实在真正有够白目。我小天你们去干，你干阿点当？我啥物了不起的啦？我今仔日啊，连你都做会收起来，我一定放你出来。啊！正爷，干嘛搁会怕？那有什么问题？安静点就好。我就因为雷亚大龙出血啦，啊，病院恶性的血无够，郑燕拄好甲伊共血型啊，所以去捐血准备要叫因去病。你讲啥？郑燕捐血和萧天雷哦，不应该啦！等下，郑先生，你袂当捐血，你袂当捐血，起来，起来。妈，你这么严重啊？你袂当捐血和萧天雷啦，绝对袂应该啦。为什么？什么拢袂问？等妈妈来等，走。妈，即摆客袂等我回救命，你能叫我回去啊？我走啦。丽华，啊你即摆不知出来？雷雨也是为着要救郑燕才会受伤的呢。你即摆是要害郑燕变作一个见死不救，甚至让马公是稳重受报的人是吗？对啊，妈，只是关怀尔，郑燕真健康，袂有代志。若无转去以后煮一挂地瓜汤、牛肉汤，也是予骨鸡替伊补血就好啊。我安尼做，嘛是为着郑燕好啊。因为今年的年初，我有去替郑燕陪过流年啊。迄个算命先讲，郑燕伫咧年底会有劫数，所以绝对袂当流血。啊，就算捐血嘛袂用的。啊，若无郑燕会有性命危险。到底是有去对一个变神啊咧甲你讲啊？哎，你最近哪才迷信啊？妈，不管算命也讲啥，客伯今麦有性命危险，我一定要救伊，你咪甲我动。哎，是的，妈，你去。
哎呀，真言，那是真正关怀给萧天瑞，那是发生白铁，到时阵因爸仔囝的关系都会撇开，那呢，我甲真言唔都会和三虎对杀了。